大家好 ，Welcome to my vlog。现在我在吃早餐，等一下要出席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呢？对了，今天我又要来这边用血换车。这个梗已经不可以用了。今天是来这边出席这个捐血活动。A few moments later. Okay, 现在捐完血了，来补充一点体力。
moments later. 因为过不久就是我们华人的清明节，所以顺便去这个顶峰马来西亚其中一个地方上买一些清明节必用的东西。